出千里洋，这一刻随着春风都披上了一抹新衣，不自觉我又唱起那首恋曲，它一直潜伏在我遥远记忆，久未触及，曾经是属于你我快遗忘的 fairy whistle， 莫名的在我脑海浮现一段熟悉旋律，我不知所以，所谓的爱情总是会发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生日 Tango， 还有你是旋律，耶！大家觉得好听吗？好听，好听，非常好听。那传说中的女性魅力呢？女魅。你们有被女性魅力震慑到吗？我有哦。
什么什么把女性魅力打在公屏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再打了再打了，女妹有特别那个很那个有我们已经看到了大家的女妹。那接下来呢真的就是我们最后一首歌了，虽然很难过很舍不得，是不是哭鸭戏哭鸭戏萨米西是什么意思呢？哦，萨米西。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说。365天的纸飞机。会让每天变得更晴朗，点亮最
那今天的公演就到这边又要结束了，感觉每一场都特别特别的快，是不是？下周对，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抢到了。抢到了？没有。有抢到的是吗？哦，有没有什么抢票的小秘诀也告诉我一下。啊，5G 手机是不是？老师安排一下啊。好好好好好，那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可以这么支持我们的缩略图的公演，听一直都是听老师说啊，我们的门票就是非常受大家的热烈的抢夺，是不是？秒没吗？是秒没吗？哦，两秒吗？哦，一秒，三秒。厉害，因为我自己也抢，你没有抢吗？没有抱希望能够抢到的希望，抢不到，抢不到。我自己也有抢，我想试试看，但是我那次抢没有抢到，抢不到，根本抢不到。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厉害呀，你们，哎呀，那今天的公演呢，真的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喽。所以说只能20号的时候跟大家再见面了，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来呢？哎呀，我听不到。那我们的20号也会等待着你们哦。不要的是不是？那现在呢，我们一起全员合照一下好不好？好。好的。没有。我们早上做的是 gadget 的知识，那么按照姿势sorry，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顺序摇滚，摇滚的手势，大家一起来吧。这样好了，没有大拇指，这样好了，这样摇滚好了，这样好，谢谢老师。那最后呢，我们再一次感谢一下大家吧。一二 AKB48 技能赛，谢谢大家。大家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和大家在这边见面，那知道大家肯定是为了很多就是是不是从外地还会赶到这边的小伙伴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哎，那如果你们下周再抢到票，你们是不是回去再回来呢？啊，回家是吗？今天回家吗？有没有坐飞机来的小朋友？哇，辛苦了，真的辛苦了，辛苦了。前面还想说回哪个家？毛维家。哦，这都学会了是不是？我有 get 到抛话筒的意思哦。什么是抛话筒？我的就是抛话筒决定。抛话筒，然后谁的头被砸中了，就由毛维家照顾你。哦。我的爱抛话筒决定，厉害呀、啊！那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辛苦了。那在下周的同一时间，下午的14点和晚上的19点，我们同样在这边等着你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 AKB48 Visage， 谢谢大家辛苦了，还有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老师，谢谢你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真的结束了吗？真的真的结束了呀。今天他们一圈人围着我，嘿嘿，毛家有没有我说没有，他们说你的眼神就是有啊，骗人，但是真的没有。没有，因为问他，我说有没有，这样就边笑边，我说骗人，我真的说没有啊，现在真的是没有啊。
是不是？我还在看这个屏幕会不会突然跳出来什么东西，应该也不会。其实我原本有一个发表，但是呢，台北上给我写着20号的线上公演门票什么时候开始发售呢？老师又不告诉我，我就没办法发表了。哦，哎，不是昨天已经抢完了吗？啊，哦，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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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果然就已经这么结束了呢。酷呀西，那今天真的只能到这边了，也希望大家回去路上要小心一些，千万千万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回家之后发一个评论说我到家了，平安了，好不好？对对对，你们也是回去好好休息，注意自己的嗓子。那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自我介绍。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Message。 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谢谢大家，大家，大家，辛苦了，拜拜，辛苦了，拜拜，回家注意安全，拜拜，辛苦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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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拜拜，辛苦了，爱你们，下周见，拜拜。拜拜，谢谢大家，辛苦了，回去注意安全哦，晚上要早睡哦，回家哟，晚安，晚安。